可能，那你们那一间感情不好哦。哎呦，抱歉，这样嘞，我出去再来。有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尝。有了，小精灵来了。那我换一下，好绿哦，超绿，你好绿哦，天太绿了吧！你好，是好像在这里哦。我只有帽子，你就是刚洗完澡吗？这个浴袍，穿浴袍出来了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洗澡洗太快，来不及了，你就会出来了，来不及换。天，还有那就等，还有谁没到？我在重灯。是有人在点那个，我以为那个蜜蜂拍翅膀的声音是嘟嘟嘟嘟嘟嘟。是啊。哎，所以我们这届是27个人。27。27。对，喵喵他会晚一点点，喵他会晚一点点。喵他去大便，等一下就来了。这样讲好吗？给他帮家里倒垃圾。OK， 可是我喜欢。非常的有效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届就是我们最后一届48届的 UHC 咯。4年啦。那我们就先来自我介绍吧。好啊。好。好。顿顿。好。你。大家好。的声音都抖抖。那最后一届了哈。就是最后一届。过。过。最后一届，你要说什么？你给他讲三分钟，要三分钟。想想不到吗？过来，可能三分钟。我是陈峰，圣诞快乐，好过。哦，来换我了。嗯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峰。我本来以为我儿子还可以继续来打 UHC 的，等你儿子来，我们再复出。好过。哎，换我了，打给我歪拳，没想到最后一届的我。哎，啊，过了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已经过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三尾木拳，我每天都有发影片哦，赶快来那个嘿看，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月，没想到已经到最后一届啦，自从是一个第一次。我抢快一步了。哎，好，那叫西苏，下一个。啊，我是 Hello 大家，我是音乐，我是抢快一步的音乐，可以了吗？好了，最后一届了，大家嘿，就努力的活到最后的小房间来会战吧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咕叽啊，等等到，咕叽到了吗？是我吗？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咕叽，咕叽球长咕叽，然后球长今天没有来，对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繁星，会迟到是因为我刚刚斗阵拿海带，谢谢下一位。嗯，这么厉害。快，下面的有没有抢快？我等你，快快快！我等你，我等你，困难，快啦，快点啊，不如快啦。过，过，刚刚是大家好，我是哈记。那因为我们这个乐曲 C 呢也办了48届了啊，不要来骂我呢啊，这个会取消，就是说最后一届其实也是大家承诺的决定，所以大家就好好珍惜最后这一届吧。辛苦了，对对，没啥，辛苦啦。包带机，包带机。我看到有一些留言，就看到就我也是延长了他的寿命的啦，原本是欢迎去给他抱抱，真的，走开走开走开，去给他抱抱，开心玩就好。在我手里是有一点难过啦，不过就最后一届，大家开心玩吧。下一位，哎，我好啊，大家好的巧克力发言，我是一个大好人的身份，我刚刚抿出来，下一位他感觉是狼，等一下我一定单票挂他过。中毒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我不是狼，我是蜜蜂。也有杀杀细雨头了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这是什么合成座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球员，我是篮球员，不要投我，拜托。投他。哎，哲平换你啦，换你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哲平，好不好？这只是暂时的最后一届，不要忘记我们小抽风出来，大家还要再聚一下。小抽风，小抽风。
放 Junior 出来，大家再相聚 ，OK？ 好不好 ？OK。下一位，有人答应你吗？等一下。秋风 Junior， 这不是有错？我是闪闪，我是平民。下一位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mi， 我是女巫，就下一步就毒死他就好了。哇哦！图边了，图边了，图边。不要毒我，拜托。哎、欸，瞄他感觉刚好哎、欸，插队了，插队哦，太刚好了吧？超刚好，刚好就轮到他哎、欸。瞄他发言。有哎、欸，我刚好麦克风刚刚都没声音，吓死我！刚好一进来就听到巧克力在说谁大便了。是，你也刚好进来要换你发言了、欸。那个看一下右上角的叉叉啦，那个叉叉看起来好吸引人哦。我在乱说啊，受不了你耶哦。这个滑鼠过不去啊。这游戏怎么玩呢？让我研究一下。你可以顺便自我介绍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嗨，下一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y Bro 的玉米。然后我只想说，为什么1.15的蜜蜂比我的头还大？还蛮大一个的。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很开心。这个约举西持续办了4年，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举动，创举吧，很难得，就是跟大家一起玩，很开心。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然后现在为什么蜜蜂都在大？一些人胯下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Young。虽然我参加 UHC 比较短，但还是很开心，就能跟大家一起玩，然后认识大家。然后我要顺便笑隔壁牛牛牛没有办法参加最后一届，呵呵。下一位。我的不够长哎。蜜蜂嗡嗡。阿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比，我好久没有来参加的，居然是最后一届的下一位。嗨，我是圆圆，我是猎人，不要打我，我会拉一个人下水。他也是狼王狼枪吧？不是玉米在楼下，有人敲到那个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？有人敲到屏障啊！敲到屏障，抓紧！然后有一只蜜蜂，有陷阱啊！有蜜蜂飞走啊！那吉睡着了，那吉换你了。我是那吉啦！啊啊啊！那一位呢？最后一届了。谁？李辉，李辉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这是最后一届，不过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团团。压轴，好好讲啊，压轴。啊，我要好啊，你说我要好好讲，怎么东西？归票位，归票位是不是？好啦，那就是哎、欸，今天大家全数票出去，全数通过，过，好，就这样。全数票出去，都票出去怎样？每个人都票出去，每个人票出去，一个票一个，一个票一个。对对对对对，票进啊。这蜜蜂是在推人是不是？对对，在被推。他跟小蜜蜂在你胯下，胯下差几个？啊，这一次就是调好吗？输哦，你可以大家检查一下吧。九队吧。点这告示牌啊，点这告示牌。93哦，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7321不是九？对对对对对对。93吧，你要爆炸吗？好多东西要爆炸。这一届呢，其实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想要回归一下最原本的，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机岩房间啊、哦，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算是大概第3、第4届吧，出现这个小黑盒，是，那我们这一届回归这个小黑盒啦，哇哦，对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最后缩圈，缩到最后面的时候呢，我会因应怕有些人不打架嘛，所以我们会全部集中到一个小黑盒里面，在105分的时候会传送。会强制到这里面打架这样子。好的。然后其他的话就没有限高限地了。那105分传，那100分的时候才会发光，所以不用担心前面发光，大家就开始追杀。哦，了解。对。然后我设定一下，隐形保护也有，10分钟的时候隐形保护。哦。哦。那第一次为什么都是用屁股啊？这届大家是说想要加新东西嘛？那这个好像是1.15这个指令包的作者有放了一个叫什么碧蓝之泪哦，
啊，什么碧蓝之类，最后一本这个东西，碧蓝是在推广魔手游吗？对啊，我是不去碧蓝了。哎，不是魔手游，是某两款手游。哦，哎，这好，某两款哦。可以试试看，用八个黄金围绕一个钻石，可以合成那个碧蓝之类。那只要玩家死掉的时候，全体回复六点血量。哇，好像蛮猛的啦。他说每队只能一个啦。那死掉人，他说每队只能合一个，跟现实用一次。你是说牺牲自己回复队友的血量？算是吧，但是蛮重要的。这个没有测试过，所以就是也强制规定，就一队就只能一个合。他有说只能合一个啦，对。对，怕他指令没有完成，就是大家也要自己遵守，就一队一队。好，没问题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好的，那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贯穿惩罚有是不是？贯穿惩啊，对，贯穿惩罚，因为就是我们要回归最原本那个怀旧嘛。我们以前没有贯穿的，因为贯穿其实有点 OP。那我们这一次就把它设定是，会有惩罚的啊，不要附魔附贯穿哦。贯穿呐，好，就是弩啦，现在有个东西叫弩啦啊，那个附贯穿的话可以穿盾啊，这个东西就不要用。哇哦，好 ，OK。那以前就胯下爆炸哦。我随机分队哦。玩错了，谁？有了有了有了！操控蜜蜂都解了，太可怕了吧！哦哦，深蓝，你厉害了！我崩溃了，他崩溃了。你干嘛这样子？你干嘛？谁叫你刚刚呛他是狼枪？对耶！我都有记笔记的哦，你少来。哦哦，被票了，要被票，要被票。OK， 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好，下去下去喽，下去吧。潜力，哎，紫对，黄色，再升。我是啥颜色？深紫色了，这是很深的紫色啊。对啊，虽然只有一个，就看只有一个紫而已啊。对啊，其实也没有颜色，也没有重对过吗？正式场，我马贝基迪亚，我好像太多届重对过哎。真的吗？好像是，我最后一直被你们杀过而已吗？对啊，好像是耶，我好像一直被繁星杀，好像没有跟你们同队。然后这时候就是问聊天室，聊天室就会知道。聊天室记得最多了。对啊，我都是每次大概进行过一届之后，我的记忆就会 reset。上一届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忘了。没有忘记了，完全忘记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哎呀，完全哦，你真的是在捏他手游的道具哦。所以是哦。是啊，作者说的。笑死。我跟你讲，每次作者在我聊天室，然后他都会讲出一些莫名其妙，就是很不可思议的讯息。像是我之前有一届在刷那个三叉戟，就是因为他说：“哎呦，那个僵尸变成浮尸可以弄哦，你可以用生怪砖去用哦。”就结果我就在那边刷，气死我了。哎呦，很高哦。然后是在那个边界旁边。哎呦，甘蔗，这甘蔗颜色怎么看起来很深啊？到底是？哪里啊？对面哦，隐形哎，河旁边，对，前十分钟隐形，超颜色超奇怪的，很少黑，看不到。喂，哇，我操！那也不用打蘑菇啊，因为没有那个有，对，有项目，有项目，没有项目，有这边有超多项目，超级多。对呀、啊，还刷不到，气死我了！刷到跟他同等几率的黄金，然后刷不到三叉戟，可怜。旁边还有吗？看一下。旁边？我说旁边。旁边。哎呀，我刚刚在看还有没有甘蔗，好像没有。看起来是无。那天找蜜蜂。啊！哇哇哇！哦。哦，音乐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最后一个啊，抢麦的报应，抢麦太抢快了，
哇塞，抢先冒名主播哎，我的天哪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想下班，这也不会提早下班。因为想去刷魂啊。那他去刷魂了是不是？他去挂他的阴阳师是不是？有在我在河对面的小矿坑里面哦。有看到。好，我在看旁边看会不会掉。在看会不会掉甘蔗，不是掉甘蔗，掉苹果。哇，甘蔗长在树上！我的天哪！干不对，我要先继续挖木头。我今天讲话可能会很智障哦，这两天你是有喝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两天太累了，睡眠不足。我也是、欸，真的超级睡眠不足。会这样，刚刚稍微走远了一点，没有看到甘蔗了。嗯，好像就刚刚那几。会。来看树，哦，地鼠受伤。哦哟，哎呦，哦，你的矮油是这个矮油吗？好，对啊，这是你刚说的洞，是不是？矮油是。哇，什么生长在一起，它叶子都不会消。对啊，很像太大颗子。哇，没看到掉东西。对啊。这是什么？花岗岩？现在花岗岩长这样哦、喔，太黑了吧？软石的吗？超黑的哎、欸。你是不是很像煤炭块、欸、啊？是吗？对啊，我看是正常哎、欸，是不是光影吗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哦，材质包忘记拔掉，昨天露营的材质包没拔掉哦。我想说为什么看起来很奇怪哦，好，正常正常。难怪我刚进来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，就是有魔几样的材质看起来怪怪的，对啊。没事没事。看我看到你了，给我等一下下一个白天见。有铁了有铁了。有铁了。还有煤炭吗？有啊，你出去墙壁边边有煤炭。还有苹果。你有听到吗？有。出去墙壁边边有。对，山壁边边有。壁边边。哦、oh, ，我看到了上面，皮革可能会用掉的，没看到任何鸟。哦、oh, ，好。下去了。我知道黑橡木也会有几率掉，可是不是说黑橡木的几率比较低吗？而且黑橡木要砍完要砍很久。嗯。是有猪在推我。有。猪哦、喔。你那只猪在推。我想说，我挖矿怎么一直被往前推？哇！木头钩。哎。哈？没事。你拿你去做盾牌。Hello。啥？你做盾牌。我。对，小雨。好。跳不出来。刚刚是不在。我在啊。真的是很香。喂，啊，你要吗？我有做，哦，你有了。那我帮杰瑞做一个。嗯。喂。哦，这是香木原木。救命啊！你真的很强。不是我放它，它很像哦，黑橡木的原木跟木材很像哦。看不
出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另外觉得怪怪的是什么，太安静了。要播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 BGM 的感觉，可是我不想放，因为这样剪影片的时候好麻烦。超麻烦的。都要分开音轨，不然的好吗？对啊，太麻烦了，算了算了。啊，多余。是他回去了。16，快挖到11了，11层。锵，没有听到洞窟的声音。历史，真全部都是历史。今天我爸终于觉得他们吵了，他不是他很吵了，尤其是浅浅超吵，对，浅浅超吵的，够了啦，很吵哎、欸！我说哇，你终于觉得吵了，终于开始爆了，终于感觉可爱多了、啊，耶，有铁了，有铁有铁。哎、欸，我这样，哎、欸，没有听错，我以为是岩浆的，就是都没动。对，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声音。好像这边，好像不应该往那边挖，那边好像是边界。对，对，我往边外边界、嗯。往这边挖。这边至少会往中心一点。嗯。没有水滴啊！对，刚忘记记中心点。底下有血、啊。有血啊！哦，你哦对哈、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事。你是真的觉得完全回归最初了。对啊。啊，没事啦，不要理我啦。怎么办？我已经没有救了。我想说，不是说要回归最初吗？我的逻辑已经回到当初的那个时候了。第一届参加那个时候。对，已经完全忘记现在会帮忙记录了。哎、欸，我听到植物声音了。真的吗？好像正前方就有一个洞。正前方。左前方，左前方，它左右洞。哼。对啊，左边啊。左边。对，左边这边。左上方吧，听起来。左上。有啊，我是看这边看起来方块很多啦。你就走很多挖嘛。有历史。你就赶快挖嘛。你看，你们都不做铲子。我要去做铲子了。我想到我上一届好像就是因为没有做铲子死掉。我每次都做铲子都没死啊。真的，去做一个。嘿，做一把剑哈。到了。矿坑。矿坑。哎，是那些矿是毒蜘蛛哎，会不会？哦、oh, oh.。那我们是要弄个水比较好。有宝箱，我要偷看。好，你先开。猪在后面，往。努力怕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补好了。哎、欸，碧蓝之泪。啊？啊，里面就有吗？哦，真的呢。哇，好扯哦，真的有。好爽哦。只能合成一次，那拿到的呢？就每对一个吧。没关系，就一次，就当做那个是我们合出来的就好了。对，那我们就让就可以省一个钻石。哇哦！哇哦！也省金啊！对啊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你又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被那个烟吓到了。哇，好多铁！因为我一直在注意附近有没有蜘蛛，然后那个烟突然冒起来。哎、欸，有钻石。你有铁镐吗？我还没有。我你要挖吗？哎、欸，我在旁边挖来做好。我有啦，旁边有很多铁。我有啦。好，那你直往前走就。我在你隔壁。我说你要不要挖？我刚
没关系啊，你挖你挖，先挖铁。五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去、yeah! 可以去那个了。我们可以钓鱼了，钓鱼钓皮革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复活。啊，好好幸福的人生呢、哦，好好快速哦，你很久没有这么顺利了。有啊，你之前都很顺利啊，然后欢乐场、欢乐场就被我打爆了。哦，对啦，可是我之前每次都是，比如说找到钻石，然后每次都差一颗之类的那种，哦、好可怜，可惜，差一颗可以复活，超惨，好多僵尸啊。我是不会怕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好多只。我想问作者、哦，必然之类啊，如果我是我们这一队在我身上死掉之后，可是队友是满血的话怎么办？不就浪费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看你啊。如果是回复效果的话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好多怪哦！救命。应该就是浪费，应该吧。哦，对，就是浪费了。嗯，好。哦，你说的钓鱼，那就可能看。哦、嗯，没事。掉铁了。那就看走前线的，叫他拿着，就是近战打的。挺后来都超多。超尊贵，我先回去。哎、欸，还是不用，不用回去了。回去干嘛？嗯，想说也没差，做个那个啊，水桶。哦，前面有水。来烧一下。对，这个往前走，旁边就有水。这边有岩浆。直接在这边烧。对啊，因为感觉这个可以看蛮久的。他就把刚刚那个拿过来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就把刚刚那边的东西拆过来。嗯。有了眼泪要先扣六滴血，才不要嘞。对，才不会浪费。哎、欸，好聪明哦！啊，浪费。可是就是等于你拿着，然后另外两个可以扣六滴，没关系。嗯，就是你可以先弹在前面，之后最后一个往你上面扛。非必要的话，我不建议做眼泪出来。作者自己设定出来，然后说我没有很推荐他啦。自己做的产品，然后没有推荐。对啊，新这是我们的新品，可是不是很好吃。我觉得它蛮糟的。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真的还好啦。不要买啦。我是觉得不买也没关系啦。好笑。要在地底挖还是地表挖？挖什么？要钓啊？钓吗？可以白天再上去钓。不然我觉得现在出去有点危险。我有八根签，嗯，先做一把。喂，看一下，这边都差不多啦。我刚刚那边这边上面有洞。哦，你说怪，是他刚一直掉怪下来，所以我先把它放起。听起来挖起来旁边会挖到毒蜘蛛的声音，有点恐怖。哦，好恐怖、哦，不要、啊。对啊，是因为这上面刚一直走僵尸下来。无所事事。不知道做什么。我去找岩浆。我这边有一桶。旁边有岩浆。不是啊，我黑曜石啊。哦，好。这边有岩浆的声音，我在听呢。好，还有洞窟的声音，在这里啊。
感觉超多怪。变怪。嗯。哪里？哦，这里。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洞的声音。嗯嗯，护工。哎呦！哦，你沾到截图。